那 Jonathan 您是哪人呢？我是北京人，不过来到加拿大已经很久了，1981年就在这块土地上，所以已经是差不多三十三年了。嗯，那您做这个工作，自己是不是也是爱车之人啊？从小就爱车，还有一次呢，叫做非法开车在北京，那时候才十几岁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对车的那种酷爱就有了，而且中国的汽车行业还没有，中国在中国还不太懂得车的时候呢，我就对车呢是比较情有独钟了啊，男孩子嘛，是吧？啊。那 Jonathan， 你在这个车行工作多久了呢？在这个车行呢，前前后后有大概6年了。6年时间，那您自己以前也是从事这个方面的？这个行业已经差不多有20年了，啊，因为大大小小的这个车行也都做过，所以呢，做这个车行的车行业已经是很久了。嗯。经验来讲不敢说，稍微略懂一些啊。您从事这行这么久了，那您对就特别我们温哥华来说，很多新移民吧，就是您在对他们帮助服务上有一些什么心得体会？实际上，新移民近3-4年来的比较多，这种高端的车子呢，过去中国人涉足的不多，所以呢，这个行业在高端车来讲，近些年咱们大陆的这个客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一个是中国的经济这个实力越来越强了，人们对汽车的要求的这种程度也越来越高了，一个是安全性，一个是它的这个豪华和它的这个舒适程度啊，所以新移民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，那我相对来说呢，就是为新移民们做些服务工作啊，宾利呢也越来越高的提高它的这个车的品质，所以有不同的车型陆陆续续出来，有很多呢是迎合中国人的品味，就是咱们适合亚洲人嘛，不能说中国人，对亚洲人的这个品味，亚洲人对宾利车的这个就是知道的程度呢也越来越多了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传统性的品牌，汽车在这个 level 的这个程度下呢，也说这个没有太多辆，是啊，法拉利啊，兰博基尼啊，什么宾利啊，对啊，还有阿斯顿马丁啊，罗斯威尔斯这些东西啊，所以人们都朝着这个方面去看，所以越来越多的客户呢，就在这个其中的车子里面在选，您觉得就是我们在售后，在这个车卖完了以后，还会有一些什么后续活动？宾利的。宾利经常有一些就是像 Supercar Weekend 啊，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有什么各式各样的传统型，就是过去的一些我们所谓说的老爷车啊，让他们看看这个宾利的历史啊，还有或者是新车到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什么新闻发布会啊，还有宾利会组织一些就是试驾活动啊，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改善，不断的在组织一些比较消费者比较喜欢的活动。我听说最近是有一个活动，可以专门飞去英国，就是宾利的制造工厂那个小镇去看一看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是以前就有的了。哦，一直有这个活动，但是呢，一直也没有推广。嗯。这个活动呢，就是说你可以亲自的看到自己车的制造过程。当然了，一辆车制造过程时间是蛮长的，你最起码可以看到车子是怎么做出来的，从它的机器组装、木头的制作和它的这个皮子，还有它缝皮子的那种传统手工的这方面，看的是很有意思的。对啊，而且你从这儿飞到伦敦，从伦敦再到曼彻斯特，然后呢，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呢，会有宾利工厂的专车去接你，然后呢，把你安排在工厂吃午餐，然后这样呢，一天活动下来是蛮有意思的。